其实那一个王子是个乞丐。乞丐王子哦。然后他觉得娶到那个卖艺的妹妹。很幸运，不幸运吗？还是很幸运？我觉得这王子有点笨笨的。我也觉得。还是他根本就不是王子，拿来骗人的。然后他们在王国的，因为他们在王国里面，然后看着窗户，然后看到一只巨人。哈？然后不会了。在找你附近的巨人吗？找着附近的巨人。找着附近的巨人，对。加油！好，换姐。抽什么？换我是。中间这个。有没有关系图开始画了？因为哎，对啊，这该画了。我觉得这太乱了。会有乞丐，会有骏马。哎、欸，对，他还有一只马、欸。他还有一只马哎、欸。这是哪来的乞丐？哪来的乞丐？好，换我是 OK 好。对。然后反正就是看窗户，看窗户发现一只巨人嘛。然后皇后他们就请了一个女巫，对，然后又一个新角色了，又一个新角色了，请女巫出来嘞，不是皇后的，是皇后跑哪去了？因为皇后也在王国里面，他们还王国会担心，就算他很邪恶，还是为了自己王国着想。然后就请了女巫做了一个会让巨人失明的陷阱。哼，哦，陷阱可以，巨人失明的陷阱。然后呢？巨人啊，这你可以形容一下吗？是没有啊，就是物理型的，还是蚂蚁爬进眼睛？不知道，总之就是突然之间巨人就失明了，看不见了，然后突然就失明。哎、欸，对，还有就是还有这边写个巨人。哎、欸，巨人在刚刚那卡，有没有？哦，巨人在这边。关系图，然后关系图，然后借由大批士兵的引导，把巨人赶出了这个王国。哼，对，然后妹妹分开，我的忘记突然前面他们分开，我才忘记的。对，然后分开，我想一下哦，然后最后那个什么，最后皇后觐见他们啊，他们觐见皇后，然后皇后说只要他们做一件事情，他们就可以不用被分开。嗯嗯嗯，我本本看的很多。怎么此处有本吗？然后此处有本，他们只要找到皇后的戒指就可以了。然后之后，最后他们花了一段时间之后，他们将东西还给了皇后。钥匙嘞？钥匙嘞？钥匙花了很多时间。所以他们他们误会业主了。所以那个钥匙，他们什么？钥匙就只是一个他们配件的形容的物品而已啊！不行啊，他们没有踏上旅途怎么找？没有，花一段时间就找到了。他们在城堡里面找。干嘛？丢哪里去了？是不是啊？哎，我刚刚差一点就掰成功了。我知道，我一直没有中断的原因是我的结局卡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掰啊！哎呦，我结局很难。这个除非在户外，可是摔很难。哇，完全不懂他最后的完美无瑕是什么意思。天哪、啊，还好没有讲青蛙王子哎、欸，真的，把我六组做了。哎、欸，我差一点啊、可惜我这里都知道怎么掰了。我原本想说，好难哦，都再也找不到那个妹妹了。我是笑到忘记用中断卡。我想也是，我一直有东西可以中断，但我不知道该怎么中断，我要怎么听我的结局、啊。好、哦、可惜了、看他要换了吗？一个小时，你可以说等黎明到来，然后那个钥匙都完美无瑕，是这样。你们要换吗？你们要换吗？你说游戏吗？还是什麼？对啊，都可以啊，都可以。我期待有观众把这智障的故事给画下来。你说用画的吗？太难了吗？搞不好真的有啊，此处有本。一张那个，对啊，此处有本，这张吗？对，我的，对，放进去啊。
我跟某一个地点好有缘哦，我已经抽到了三次来试。沼泽吗？嗯哼。哎、欸，你们在干嘛？要换游戏吗？还是怎样？换啊！好，我头好痛哦。这很好笑哎、欸。你会觉得很白痴哎、欸？刚好花了一个小时，我觉得够了，够了。我们继续吃披萨吧。玩轻松的。对啊，玩轻松的。这很轻松吧？我觉得。我忘记怎么玩了、欸。请告诉我如何操作。要先翻牌。对，紧张啊，看一下。我看是几个人，查一下。原来七个是不是？有特殊卡吗？先拿出来看看。那出来讲解一下。我看一下。这时候都翻不到特殊卡。我什么翻那么多张都没有啊？有。哎，这个。好，轮流介绍哈。首先 ，Uno 呢，你身上一开始都会有一些牌嘛，然后会有一种一般的数字牌，然后它有四种颜色：红色、蓝色、绿色、黄色。然后呢，你只要把握一个出牌的条件，你要出的牌是在场面上的牌是相同颜色或是相同数字就可以。感谢小鸡跟。所以假如是这，他记你的声音好小，对啊、你声音好远哦。因为我麦克风调低分。就假如说我是蓝色的二，下一个要出的就是一定要是蓝色或者是二，对，蓝色或二这样子，对，所以它是轮流，嘿，它是轮流出，对。然后还有什么？我想一下，转向啊，回转啊，就是镜子，就是假如说这个是跳过下一个，就假如说我现在喵它出完的话，喵它出这个啊，假如刚刚出二，然后下一个出二，换喵它喵它出这个，因为是黄色也可以出嘛。啊，出这个，那小雨就不能出，然后直接换我，这是跳过。那、如果是喵，他是出回转的话呢，会回转直接回去另一边方向过去。对。那、如果是加二的话，假如刚刚这个是红色的，假如这个刚是有没有红色的？没有。没有。反正我就可以出到红色的话，红色加二，下一个人就要加两张。或者是他也可以叠，说他有加二继续叠上去。对。抽两张还是一定要出两张？抽两张，抽两张是抽，就陷害下一家。对对对，那我假设有加二的话，就可以叠上去变加四，换下一个人要抽加四张。我记得加四也可以叠的，对不对？我没记错的话，对，加四可以叠，加四可以叠。啊，这个加四有什么差吗？就是加四张牌啊。哦，对，然后加四也可以再叠加四。嗯那加四可以叠加二吗？不行不行，加二可以叠加四，但加四不能叠加。没有嘛，都可以叠吧？不行不行啊 ，AD 是那个 AD 是随颜色随机，可以少往上。哎呀，因为三个人同时讲话，我听不到。可以多不能少。最大的，对，可以多不能少。对，黑AD是最大的牌，这个你要什么时候出都可以，但是其他人要压过来压不上去。了解，是因为黑底的关系，不是因为加的关系，对颜色的关系。加二的状态还是可以出那个。那个大那个圆饼是个什么？加回转？不是啊，这个调色盘可以啦。这是干嘛？调色盘。就假如说现在加二之后什么颜色？这个的话，哎，现在加二的话，我好像就不能出这个了。不能，这个好像不行。大家可以出这个加四黑，可以加四的呀。那这干嘛的？是黑色全部都可以。这是换颜色。就假如说我现在出到一边换到这个，我没有二也没有蓝色，我可以直接出这张，强制换成红色。所以在加的状态不能出这个。对。哎，换这个还要再出牌吗？不用啊，不用。对。出那个等于出一张牌。然后加四，你丢出来之后，你要指定是什么颜色，你要自己讲。那如果在加的状态能出回转跟停止吗？不行。哦。好，那就来了。你们这样玩，简单就是自己的手上牌没了就赢了。然后还有一个规则，这一张的时候。哦，对，最后一个最重规则，这个叫 Uno。当你剩下最后一张牌的时候，你记得你要喊 Uno。如果你没喊，到下一家的时候，大家可以抓你。抓的时候，你就要再抽几张牌啊？十张，抽十张，不用多。不用多，严重哦。好，假的，发牌喽。一个人几张啊？七张，一张，然后全部人都喊 Uno。七张。为什么不能？然后怎么那时候玩是抽两张还抽三张？我是抽两张，太惨了吧！哎呦，还行哦。就你们中间要先翻一张出来。对啊。再抽掉先翻。好，那就翻，当然零。就他先吗？我先吗？然后顺时针。红或零哦。来，
红一哦，二红二，红三三军，红四没有没有红四，哎、欸，不合群，就没有红四哦，你给我啊。所以只要颜色不用管数字都可以出，数字数字或颜色，数字或颜色跟下一跟上一张牌一样，嗯，对，这样可以，这样可以，这样可以，可以。抽牌吧，换颜色喽、哇哇哇，红色，你不要这样对我吗？没有牌了，黄 yellow, 黄 yellow yellow。抽四张我还可以拿牌吗？你就拿出牌吗？我看到六了，我看到六了。不行，抽完抽完不能抽，抽完不能放玩法，对吧、啊？抽完不能放牌吗？对吧、啊？我玩的是不能放，那就不要。不是黄色吗？那就轮下一张，对、啊，黄色，黄色随便是。对 ，get， 恐怖了吧？难怪没朋友的就是这个游戏。快点，谁回转？回转一下，我要去弄小雨。哎、欸，该我了吗？对对对，黄色或闪都可以。对对对对对。哦，他爆了，三啊！哎呦，哎哎，哎哈记，嗯、哦欸，你的时间了。这是什么？现在换回转，该繁星吧？换繁星，回转没有没有，现在是那个啊，就是没有了，红色一样。哦，繁星没有，是是是，红色或九换我嘛？红色或九，搞死他！你很烦耶、欸嗯！你先弄我赌，颜色颜色没有牌吗？你可以抽啊！要选什么颜色？蓝色，这是蓝酒吗？应该是蓝酒啊。红色，没有蓝色，没有蓝色就好啊，蓝色就好、啊蓝色。所以只能出蓝色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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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如果没有就抽一张。没有他决定，那你可以再指定一个颜色。我要指定绿色。那就换杰瑞的绿色。绿色哦。回转，哇，转回去换杰克了，杰克还在翻牌，等一下，等他一下，等他一下，留绿色啊，哎呦，有限定数字吗？没有没有，就是绿色就绿色，就是绿色而已，只有绿色，绿色就绿酒，绿酒，那我绿八，哎，好难叠哦，哎呦，绿八，绿八。你要出一个七呀、啊，八八绿八，变回来蓝八，蓝八蓝二，发音发音差哦。啊，你发音嘛，蓝八，红色红色，哎呦，红一，那我出绿一，哎呦哎呦，有，我来抽卡卡了，抽牌。好，抽牌让你抽。好坏，好坏哦，过分哦。律师，哇，这卡。哎，如果加二的话，啊，那个下一个人不能放回转之类的，对不对？不行，可是你可以再放加二，只能出加二，加二或加四都可以、啊。我刚刚听到，哎、欸，他没有喊，哎、欸，没有喊，哦，超级大，来抽十张，十张了，以前抽十张那么可怕吗？好惨、哦，我记得只有九张而已啊，对吧、啊？不是抽两张吗？两张也太便宜了吧？我记得是五张啦，我那时候好像是五，那几张啊？我们特殊规则十张好不好？好恐怖啊！卡片规则，六七。八我帮你九十，这样怎么翻啊？哎，为什么 F 啊 F 光卡 F 哦？有人有提到说，最后一张最后一张不能是功能牌，你们有玩过这个玩法吗？就是不能那种换颜色，不能结局，好像有听说，不能换颜色的这样子。我不知道，对吧？阿米口规则，跳过，所以跳过换我，不是啊，就是。基础规则那个一定不能是黑卡啊！你看北中南到那到处都有规则，对呀、啊。那这种大家玩都有自己的规则，就打二大家都不依自己的规则。对啊，像小时候玩青眼白龙可以直接出一样。哦，绿色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刚不是中掉小雨吗？啊，回转啊！一回合、啊，你回回转了。对啊，换秒七，绿七。绿七哦，我、哦、现在什么牌都有啊，想要什么有什么，就是黑色的卡不能留最后一张、嗯。好，
没问题。嗯，红色乌脑。咦，给你了。啊，红色乌龙、啊，红色红色，红色、啊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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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按错了，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，对不起对不起我看聊天室在看规则，红二，红，哎，换我吗？对，红八八，红八八八，啊，八你就没有红色哦，这里没牌啊，啊，杰瑞嘞？不让你出。哎呦，哎呦，可是你确定我是红色吗？我也不知道啊，所以谢谢，不要让你出啊，才不要让你出。搞不好我要抽牌哦。我要拿起来看了，我要拿起来看了，我要拿起来看了，我要拿起来看了。OK， 好，在场800多个人见证，你要把我牌拿走哦。